久不见的 Red Velvet 二十日上午现身机场，准备飞往印尼雅加达参加演出活动。早早就有大批粉丝及媒体守在现场等待，看上去心情不错的 Red Velvet 团员们，一路也不忘向镜头打招呼。앞에만 좀 초중 앞에만